完了，爸爸的肉肉他等一下就烦你了。看样子是不是我们家不喜欢做饭？我们家也是，那么晚不吃饭，今天吃的晚，还在标准，我没动呢，烦他，可烦你，爸爸。我们继续玩玩狗狗，玩狗狗，嗯。来，给爸爸。嗯。他拿进去，他又没玩的。你没玩的。好，给你。奶奶，他那天是怎么走的？黑黝黝的。尿啥？小狗，他害怕那个小狗。哦。那个。姐。就。玩够了。嗯，丹尼，哎，别给他吃这个东西嘛，都吃的了吗？不，就听我的，别给他吃，好的。这个芸豆小孩吃的不好，你家不好啊，天天吃的。真的，这四季豆这个东西吧，带毒性的。他有时候毒的时候不一会儿就毒。那我妈也不信。真的，这个东西。他没打药。不是药，不是药的问题，这个。它本身这个豆就带一种毒性的，就我们北方叫芸豆，它这玩意儿叫四季豆，那玩意儿带毒性的，所有的豆类只有这种豆，对它好多人是带有过敏性的，就这个豆。行，我们吃，你领够。除非你能保证100%给它煮的特别特别烂乎，已经熟透透的，差不多。生吃没有毒，半生才有毒，这个东西。呀呀哥，他吃出来的他就能吃。对，不吃，扔了。那先喂爸爸。他也可以喂爸爸，他喂自己拧拧，给我们吃拧拧吃。不能吃。拧拧吃，拧拧吃。把爸爸给要着吧。嗯，把我们尝尝什么手啊？让人把菜，熟了，是吧？熟了。被光光肉，被光光肉包的。对，不能吃。我要吃，我吃，嗯。指着。你要吃东西拿纸了是吧？他不是要纸吗？你让他啃那料子不？啊，这正这才是湿巴巴的啃的。而且妈妈看，给你舅舅看，这个比看那个手机看的话，这个比看手机还好。欢迎清风徐来哥。这个比看手机难一点。我笔记本好久没开，我当时买笔记本。拿的前年我才可以。我这笔记本当时买的时候，兄弟们花了10000块钱。你说以前玩电脑整设备的时候呢，也舍得投。一个月挣了2个 W，然后买一台电脑，台式花了10000。笔记本花了9000，就这个笔记本。妈妈，哎，欢迎新哥。你打这个，这个打，哎呦。你这里高的有99，没有网，放弃没有网，你玩个屁！你会懂？你懂电脑吗？你好了，没连。那插进去了，好了，这样好了，有了。舅舅，你看。JIU，你会拼音也打不明白，我看能不能打明白拼音来。是啊。你这是吃过饭了还是没吃啊？都啊，我刚才干嘛去了？啥叫人家打拼音是打的嘿？我不下午播的晚吗？下播的晚吗？我然后我7点开始直播。你看这是。我7点开始直播呢。弟弟。外面下雨了。弟弟。然后外面不是下雨了吗？
下雨了，我寻思问我大舅哥怎么还没回来，怎么个情况？然后打电话吧，我妈打电话，嗯噔一。